今天呢，我们来做这一台五羊本田的弯刀。就是应很多很多我们骑士网那个踏板车这方面车迷的要求呢，就是让我们做关于踏板车的测评，踏板车测评。好，我拿到它了。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辆车呢，也是踏板车，是豪爵的10代之星100cc的，比较难过的是什么呢？我买了它之后一个月就被人家偷了。好，这台五羊本田的弯刀呢，我有三点想说的。 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这种跨界的造型比较另类。第二点呢，就是硬。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刹车，在这个级别里面毫无没朋友。它的价格呢是10800到11800，它主要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个前后联动刹车这样一个装置啊，就是这两个版本，一个有，一个没有。当然了，花色它有5种，哪5种呢？ 就是绿黄红白，还有这个GPU的Repulsor板滑。买这台车的骑士最纠结的对象是谁呢？最纠结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一台家驭110，就是我们俗称的甲鱼110。那台甲鱼110呢，也是一台精品踏板车，电喷水冷的，也是110cc。其实这两台车的差别和定位呢，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如果你纠结这两台车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来选。你是追求年轻、运动、时尚的话，你就买它；如果呢你是日常舒适，啊又好开实用的话，你就选甲鱼。 我们先从它的外观设计开始说起。 这一台 Repulsor 板花的弯刀110呢，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惊艳啊！我用了惊艳这个词。时间久了之后，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出现了个审美疲劳，主要的是集中在前脸，我觉得是这个灯啊，这个灯这个位置。这台车的设计呢，有几个特别特别我要说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中间这个横梁的位置，中间这个横梁的位置呢，普通的踏板车下面是平的，它这里呢造的像弯梁一样。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14寸的轮毂，这个呢要比普通的踏板车10寸或12寸的都要大一号。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它的那个后脚灯呢也跟车壳一体设计了，感觉非常特别。这也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官方宣称的跨界踏板的由来。当我把这台车拿到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问我，他说这台车到底是一台弯梁车呢，还是一台踏板车呢？傻傻的分不清楚。 先从灯说起，它的大灯小灯呢是普通灯泡，但是呢它带了透镜。开近光灯的时候它就亮近光灯，只有一边亮；开远光灯的时候两个灯是一起亮的，看起来特别有逼格。然后左右的转向灯啊是普通的卤素灯泡，尾灯呢是 LED 的。它在车头的上面仪表的前面呢还有一个定位灯。再来说表的部分，表的部分呢它只有一个机械的转速表。 作为一个踏板车呢，空间的表现是比较重要的。它的空间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坐垫下面的马桶。坐垫下面的马桶呢，这个大小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壳体比较小的这种全盔的是放得下的，比如我的那一顶 E-Tank， 但是壳体比较大的，比如说我的那顶那个Shoei X12，这台盔就放不下去了。
前面这个像弯梁地方的呢，其实也是个储物箱，但是这个储物箱呢是比较小的，比如平时可以放一些雨衣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小东西。这个坐垫呢，它的舒适度呢我觉得还是适中的，但是前面乘客和后面乘客的采用了不同的表面的处理方法。这台车的油箱呢是5.5升，我们平常对它的一个使用的油耗呢是100公里2升啊，这个在踏板车里面表现是相当的出色的。它的续航里程呢也有200公里左右。好，我们再来说它的轮胎和轮毂吧。这条轮胎呢是14寸的，前面是8090-14，后面是9090-14。这条轮胎的抓地效果啊，在同级别里面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相互感受呢，我们先从动力方面说起，先背一下它的一个配置吧。它是采用了一台110的发动机，是电喷供油的啊。它的最大马力呢是6.15千瓦，最大扭力呢是8.59牛米。第一次见厂家能把这个数据标到秒速2位以后啊，我们对它的实测的最高极速呢是89公里每小时，这是 GPS 速度，表上的速度呢是接近100了。因为它没有液晶显示，所以说我们只能看接近100。实际这台动力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呢，我要告诉你够用。就对于它这台车来说的话，城市里面是绝对够用的。如果去和 125cc 的那种踏板车，比如说跟越性来比的话，就是前面下去的第一把油啊，就觉得穿劲儿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后面呢是差不多的，但是极速还是它更好。如果去跟那个海王星比的话，我觉得前段中段都差不多，但是呢尾段呢海王星的速度要高一点。再来说它这个刹车部分啊，这个刹车部分就是我刚刚开始就说过了，这个刹车在同级别里面好到没朋友。我跟你说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当我大力刹车的时候，车子定在那儿了，我人都差点飞出去了。就是说有这样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它采用了一个日清的卡钳，第二个呢，这台车呢还有一个前后联动的这样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啊？简单的逻辑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它的后刹车连到这个拉线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里分了两个支出来，第一个呢是再连到后面的鼓刹上，直接捏这里后刹它就有后刹，然后第二个在分支这里呢还有一个前刹的泵，在捏后刹的时候它也给前刹的泵进行压迫，所以说呢捏后刹的时候前轮后轮它一起刹了，所以说就造成刚才那个效果。这个前后联动的刹车呢，我还有一点想说的，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没有问题，很好。对于老手或者对于一些老鸟喜欢玩车的老鸟来说呢，这个呢并不一定特别好。其实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就是这个前后联动的刹车在车辆进行拐弯或者是车辆倾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刹车使用。关于行驶质感呢，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一个词，硬。它的前避震和后面的那个单避震呢都是调教的相对来说是非常偏向于运动化的，在同级别里面没有比它更硬的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在转弯的时候那种稳定性或者那种循迹性给你的信心特别的好。如果你也舍得把它的轮胎再换到半热熔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更好了。如果你真的要去进行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的动力又不够了。这台车呢还要说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打火，就本田的车在当你打火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声音，咔嚓啊，这是因为结构的原因啊，就它本来是分开的，当它打火的时候它再去结合，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难听的声音。再来罗列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啊。优点一，品质呢比较稳定。第二点呢是省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造型比较跨界，比较另类。第四个呢是它的刹车特别好。
缺点呢，在它的定位下，注意啊，我的用词是在它的定位下，它是没有什么缺点的。但是你平常使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只要路差一点，哎，老子呢都被电出来了。这台车适合那些追求运动追求时尚的一些年轻骑士，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所在的城市路况比较好。这台弯道110呢，是一台非常精品的国产踏板车，它的造型呢非常新颖，运动感也特别好。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年轻追求个性追求时尚追求运动的骑士，你选它没有错，就是呢它的价格有点小贵。如果你了解它这台车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价格呢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